今天是九十三年的九月八号，来到这吼新源乡，这是吼江西川吼。啊哦，感谢吼，这吼杨理事长吼来带阮来这个伊的朋友讲朱先生吼，朱先生你好，这是你的菜园啊吼。啊，你讲吼有的菜吼，即摆有较大丛要收后壁遮的嘛。啊，这边吼，这边吼你遮几落区嘛，什么菜你甲咱介绍一下，遮。生菜啊，叫咩啊？哦，人讲吼，生菜人咧铺咧摆盘的，人咧菜刀先摆盘，迄款 QQ 迄款来对嘛？哎，这偌久吼，种落上偌久会当收成？这差不多种落到落啊，小四十天啊，上。上这四十天哦。哎，当较请问你吼，你因为这做一个菜区，但来一个一项问啦吼。比如说你咧照顾菜园的时阵吼，拢爱喷油啊吼，无喷油啊无收成的，通会来加对无？都无通啊收啊。啊，因为吼。喷油啊，你嘛做不爱，对吧？有冻的物件，其实吼，卖讲你啦，阮消费者嘛会惊咧。即卖人拢吼，迄环保意识拢较抬头，讲吼，迄有机蔬菜讲无喷油啊，人拢较爱。不过吼，做这普通的嘛是爱照顾啦吼。会当请问朱先生吼，平时啊，你咧喷这菜的时阵，你偌久吼，甲喷一盖油啊？拢正礼拜啊。正礼拜哦，安尼哦，啊会当请问一下吼，讲吼你平时吼，你这吼。你拢喷迄排桶的迄款的吼，啊！你一个排桶抽偌济水啊？拢排三日。三日无？啊！你三斗的啦。三斗的，啊！三斗平常时啊，吼，在喷农药的时候爱开偌济钱啊？哦，拢爱200块。喷一届200块，啊！你遮几区？敢要喷几斗？三桶哦，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开袂少钱嘞，迄菜足俗的吼，不过吼，无喷阁袂使对无？是今仔来遮吼，我问吼，朱先生是安尼啦，我有一项物件吼，叫海环保植物元素啦吼，这项物件会当固长啦吼，长水吼，阁会当吼，让植物生长较紧，阁会当防止病虫害，你着试看卖。十三年的十月十二号来到嘉义吼，新源乡的吼，港西吼，啊，访问这位大哥，大哥你朱吼朱德川先生嘛吼，我知影这是你的菜园，顶届吼是到伊北来的时阵嘛，来的时阵讲客湾海环保植物元素，要让你试用看卖吼，你讲因为恁家菜区吼做一项的蔬菜啦吼，来当请问吼，这个朱先生吼。你真正点解来时阵，你喷这什么菜？挂菜。这挂菜吼，挂菜啦吼，啊，佮有讲小白菜啦吼。你这挂菜的时阵，到伊白的时阵吼，你拍几届农药，啊，佮有吼，佮喷阮的海环保植物元素几届？涂一摆农药，啊，佮涂一摆迄个植物元素啦吼。啊，你的感觉就是讲吼，喷阮植物元素，佮你以前吼，白白咧种挂菜。啊，嘛是咧喷油啊，呢嘛是施肥啦吼，你个感觉啥物货无同？这油臭加带金头啊！带金头，搁有咧？我加较袂着虫啦。较袂着虫啦吼，你白白嘛是有咧喷油啊，毋过喷完这项物件，减一届用农药的次数啦吼，就是讲吼，你感觉就是讲，哎、欸，有成长，成长有较大无？有啊，啊，油臭加盖，加我加盖大叶。哦，盖大叶啊，盖金头啦，啊，虫还无来嘛？无啊，吼，安尼就好啊，安尼哦，哦，啊，你个菜吼，我看到吼，足想要食迄个型。搁有，阮来看这边白菜嘞，你白菜嘛是放一届吼。哦，这白菜我看了是光水个，我看到这白菜吼，平常个白菜吼，真正无遮水过。我第一届看到白菜，讲，吓吼，够大个啦。看到足好食呢吼，就咩个？以前你敢有迄个讲遮大片过？无，肯定无。肯定啊，我真正。顶个来时，你迄区吼，讲要挂嘛？啊，我无看过白菜生这款型的啦，讲白菜迄叶啊遮高，我嘛看真欢喜呢。因为吼，你用的你的心得是讲吼，真正成长袂歹啦。啊，你会继续用无？有咯。啊，搁有，你顶个讲吼，一个排桶30公升的有无？你讲一桶的差不多开200块油啊钱哦。啊，喷完这行，你讲偌济？算算一桶30块尔嘞。啊，搁成长安尼啦，白白安尼，你要用对一行，搁无毒。啊，搁省钱，你恁个较无毒啦。啊，搁有省钱，你要爱无？嘛是爱啦吼。好啦，啊，就今仔来遮吼，甲你访问。你挂这菜，真正看了足好食呢，足清气呢，真正吼你。清气想啦。足清气想哦，喷完这项吼，清气想安尼，真正看到这菜吼，菜叶啊咧金头啦，啊搁叶啊遮大面，你以前无见过遮大个菜，安尼一斤啊无？啊。三丛四丛就一斤啊哦。哦，真正。
看到这些菜，都啊真水呢。看到这菜都清气，都想要爱食。讲白白吼，这区吼，同时间种的对吧？啊，朱大哥，你着讲这嘛是喷一届，啊对吼，你讲无喷的。这无喷的，你这拢无喷。有感觉。这介细长啊，油草根介歹。嘿啊，啊无介金头啊，感觉软壳壳安尼啦。你看，这个叶啊吼有无？白白有无？安尼软软啦。我感觉叶啊，迄边吼足硬安尼吼，看甜甜啊，足好食迄个样。啊，这软壳壳有啊，搁细长有差。迄边较悬吼，白白吼十八、十六岁有无？这边就是囡仔囝，迄边大人啊了。迄边当大人真正有够差。你无来带阮来看，我唔知你讲吼，这边你调过伊只吼，再做一个比较，则无喷。啊，喷一届就有迄款感觉哦。朱大哥，你嘛加减喷吼，甲动作吼，吼，毋是你农药吼，甲减一届啊，减喷农药啊，喷这项嘛是虫无来啦。吼，啊，这阁会当讲吼，植物生长较紧有无？阁有安尼吼，白白品质有较悬的，你敢知？白白咧买菜，我要买迄边的啦。我不爱啊，这是假歹啊。哎，真正有差啦，无来带来看吼，规区安尼拢无感觉，啊来才有看到啊。